嗨，大家好，我叫王子龙，我是一位来自美国新墨西哥州的一位小牛仔。我6岁来到了中国，我今年12岁。我在中国整整待了6年。您看我这普通话说的怎么样？我还不光会说普通话，我还会说报菜名，什么蒸羊羔啊，蒸熊掌，蒸鹿眼，烧花呀，烧雏鸡，烧鹅。这些就吃不了了。我的课外班很丰富，有这个相声，还有跳舞，还有武术。我还跟您说个小秘密，我呀是释永信大师的俗家弟子，我经常代表美国去参加一些武术比赛。我不光要为美国争光，我还要为中国争光。那么说到我的梦想啊，是想当一个喜剧武术演员。今天呢，我给您说段相声。哟，您在这儿演出呢？啊，这场该我表演了。喜欢您说的相声。哦，是吗？您说相声啊，啊可以称得上是口齿清晰，表演大方，说学逗唱，捧逗俱佳。您可以称得上是一位全才演员。哎呀，不敢当。您贵姓？不，说这么热闹，他不认识我，干嘛还贵姓啊？不敢，见姓成。哦，不敢见姓成的，甭问欠人钱。谁欠人钱呢？我是不敢担您那柜子。那您扛完那箱子？我扛得动吗？您那儿不有个柜子吗？我这儿有个毽子，我这儿有个羊蹄儿，咱再喝点儿。行啊。行什么行啊，干脆告诉您，我姓程。那您是这个工长程啊，还是一走程？我你认识字儿吗？工长没念章，立早也念张。您是哪个张？立早张。张先生。谁姓张啊？我姓程。您呢、啊、这算外姓。什么叫外姓啊？百家姓里没有。怎么有啊？这百家姓我可读过。那您背呗。什么周吴郑程。周吴郑王。赵钱孙程。赵钱孙李。房陈楚长。你甭楚了，你再给我楚漏了。这里边没有，后头不有这么一句吗？哪一句？叫乘机行华。您就是乘机行华。对，我一人四个姓。那您是乘机行华那华？华先生。谁姓华呀？我搅和乱了，我姓乘。我就纳闷儿。纳什么闷儿啊？摆在姓里啊，你这不姓那不姓，非姓乘干嘛呀？嗨，我跟您说呀，姓乘这事儿他不赖我。哦，赖我？跟你有什么关系啊？那不赖你，不赖我，那赖在座的哪一位？我。行行行，我跟您说呀，有一句老话，哪一句？叫子随父姓，高曾祖遗留。他不对了。怎么呢？高曾祖遗留，你应该姓高啊。高曾祖遗留，我怎么能姓高呢？嗯，高曾祖遗留，我应该姓刘。刘先生。哎嗨。
大家看站在我身边的这位，我都不知道是应该跟他叫小伙伴还是小朋友。身高比我高，但是他年仅12岁。那么3岁的时候，他打从3岁的时候就爱上了我们中国传统的武术，并且还在少林寺学习过我们的武术，而且多次获得国际武术大赛的荣誉。好，掌声欢送我们这位小伙伴回台休息。那么大家看到